两猫头爆眼突而被人踩死，呢只个头流晒血，呢只仲恐怖，连眼都突埋。呢两只惨死嘅猫仔得三四个月大嘅咋。琴日朝被村民发现横尸喺屯门新墟村马路，相距只有40米。即系好少话见到有呢啲咁嘅猫仔出现。有，好少。流浪猫咧多唔多啊？流浪猫有，系啊，成日走嚟走去。大猫嚟嘅，好少见过呢啲猫仔。外协话呢两只一仔一女嘅猫猫，似俾人踩过多过俾车剪过，执走咗猫尸翻去化验，警方就将案件列作虐待动物，希望佢哋早日沉冤得雪啦。